like what we're talking about these days. And you were tall, I looked up from where I sat, wished I wouldn't dressed up. Your first line won't forget. 嗨，大家，今天是我开学的第二天，然后这学期只有十学分，但我还是有帮自己找其他事情做，之后有机会的话我再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要做什么事情。Like what we're talking about these days, and you know, you're just going to see some and the workforces in terms of special, I think it's like, oh yes, okay, the wielding part. So just take the art called 100. Do you want to talk about it? Hi, 大家，今天是开学的第二个礼拜，然后今天是礼拜三，刚刚已经下课了，那我今天就没课。今天本来下午要去路易莎，就是可能做事之类的，可是今天真的太冷了，然后又一直下雨，所以我就想说先回宿舍。嗨，大家，然后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那个背景超级乱。其实是因为呢，这几天新竹一直下雨，所以晒的衣服就是一直都干不了。我们房间有开暖气，所以我就想说把衣服拿来房间晒。然后毛巾我也不敢收进去，因为我也怕就是收进去然后会有那种霉味。反正我觉得下雨天真的超麻烦的。奇怪，为什么这样？你在录？对啊。就第一个礼拜都是从下课，对。有了，我们上次吃海。Yes.
还没结束啊，但我想要先回宿舍吃晚餐，然后还要做其他事，然后我女排应该剩下就看线上的。大家，我的开学 vlog 应该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，然后我现在要去洗碗，然后我要继续剪片。我觉得我开学的前两周好像有一点无聊，但反正之后如果有其他的活动或是行程的话，就再跟大家分享。那就谢谢大家收看这两个礼拜的 vlog，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